台湾俚语说龙高龙捧高红温姑高动翁，动翁是形容吃傻，请问温姑是形容什么呢？ A 驼背， B 白内障， C 疝气。请抢答。哎，来，老魔队，疝气。什么什么疝气？疝气？不是，腺液系是腺系，必须公共浴啦。你可以说，必须被内脏，液系驼背。你那是你刚刚讲讲哪一个国语吧？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三个女的几位 ？A 系什么？驼背。你的答案到底是 A 还是 C？ 我们真的听不懂。A 那一整段字幕小姐都要离职了。不行，我跟你说 ，A 驼背。为什么你觉得是 A？ C 不可能啊，这个东西不会拿出来这样子讲。C 对啊，啊白内障它是要有一定的年纪，它才会有这个白内障啊。但是龙标龙凤天共因因故高动，温故哎，温故到共共共共哎，驼背哦，就说吃傻的它会跟驼背的在一起，对，是吗？你也赞成这个答案是？但我觉得说不定是隐藏的菇嘛。所以可能是疝气哦，隐藏它隐藏起来了。哎呦，那你们老魔队讲到的答案是 A 驼背，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？恭喜答对。那个驼背的台语就是温姑，对，那白内障的台语是北来讲。北来讲，那疝气就是大家常讲的对灯，对对对灯，对灯，对灯，而且以上的症状呢，老魔队都有。哎，那恭喜你们答对啦！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比伯指的是哪一种动物呢 ？A. 果子狸 ，B. 蝙蝠 ，C. 蝴蝶。请抢答，小魔队。好好，虾米嘞？哎，吃虾米？蜜蜂。果子狸应该是龟鸡毛啊。对啊，比伯。感觉是蝙蝠啊。蝙蝠是蝴蝶哦。蝴蝶？蝴蝶？你说蝴蝶？是蝴蝶吗？蝴蝶感觉不是蝴蝶。蝙蝠。蝴蝶。蝙蝠。蝴蝶生得真美丽。可是蝴蝶感觉是要采蜜啊，它要采蜜的。对。蜜蜂。蜜蜂。对不对？应该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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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 B。因为我觉得。比伯嘛，比伯，我觉得是 B 啦 ，B 啦，那就 B，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有两个 B 了，二 B 一 C， 两个二 B 一 C， 那就 B， 那就 B 了 ，B， 蝙蝠，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？恭喜答对，哇，又奖了，那个蝙蝠就我叫米伯，毛人叫亚伯，亚伯对。啊，像果子狸就是刚刚立冬讲的龟鸡吧，龟鸡吧，龟鸡吧。蝴蝶就是蝶，就是呀，你要讲那个英文呀，呀，蝴蝶就是呀，啊，你蝴蝶可能会有人说哦呀，就蝴蝶这样子。哦，不是追上来喽，4-3哦。哎呦，哦，你们要小心哦，他马上就打你喽。放马过来，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轮流作答，好像还蛮没有默契的哈。真的，行，我们默契好得很。好，继续啊。何老师一直讲果子狸，果子狸，我确定，确定，真的是果子狸。然后结果一公布，相信我。对了，对了，其实是。烂开啊！潘老师怎么会这么烂哈？什么这个什么烂？外省人啊。哦，这个他不太了解，对不对？那希望下一题呢，他一样不了解。好，好，来，下一题是什么？请出题。好，请问神昂啊指的是哪一种动物呢 ？A. 独角仙 ，B. 天牛 ，C. 壁虎。请抢答，小魔。好，有神昂啊，一问就打平了。确定不是壁虎？哦。沈昂昂感觉，因为天牛很少去形容，就是很少提到，对，所以沈昂昂感觉有仙嘛，那应该是独角仙，独角仙，独角仙，沈昂昂，沈昂昂，哎呦 ，Yeah， 哦，所以你们的答案是 A， 独角仙，对不对？抱歉，答错。哎，老魔队有机会了，哎，这等于2-1耶。哎，现好了，他刚刚啊，他刚刚讲，你他妈的，你又觉得独角仙了？我跟潘老师答这样，我就说独角仙，然后潘老师说这就是独角仙，因为我养我他女儿养过，然后从这样，应该不是吧？潘老师说就是独角仙。我后来发现我女儿养的是天牛，天牛啊，天牛 ，B 天牛，天牛，天牛，因为那个
那个国军那个有什么那个有那个国军哦，零哎对，好的，你们的答案是答案出来不要壁虎啊，天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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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？抱歉，答错。叫那个沈昂啊，或者是有人叫沈唐啊，那独角仙叫六角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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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天牛就是康姑，康姑，康姑，对，康姑，所以答案是 B， 壁虎 C， 壁虎，这个就证明说两队其实都在瞎猜，太难了啦，长知识哎。那我们呢这一个单元到目前为止呢，就是我们的老魔队领先，好，4-3，恭喜老魔队。